Hello， 大家，今天继续打卡坎妹八色印盘零二号红棕拿铁。这盘色调是暖调红棕，更适合暖皮姐妹。虽说是红棕，但不会是那种很成熟的妆感，而是带棕调的橡皮粉以及橘杏色，有点像刚哭过的红红眼的无辜感，依旧非常的少女氛围。整盘颜色都是薄薄透透的，所以妆感受肤色影响比较大，但完全不挑皮，任何肤色都能画出这种清透感。眼尾用了橘棕色，眼头用这块杏粉色，中和了一些橘调，带出了粉嫩感。这个系列无论从配色到粉质都做得很棒，如果能做大一些的盘子，我觉得即使价格 double 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。全盘唯二的哑光色依旧是能凸显出全盘色调的一块哑光粉棕，用它画下只能画出这种楚楚可怜毫无攻击性的柔弱感。眼线色是带橘色细闪的红棕色，用它画下至和眉毛，能让整个眼妆色调统一。画到这里，睫毛富裕的姐妹完全可以刷个睫毛膏就出门啦，但像我这样睫毛稀疏的姐妹也可以只贴三根仙子毛，然后用眼线液填个睫毛空隙，以及手绘一下下睫毛。这些每个眼妆一定会用到的步骤是眼妆漂亮的关键。好，这个系列真的是画一盘爱一盘，这一盘推荐给暖皮姐妹，无论肤色深浅都绝美。接下来冷皮姐妹可以期待一下03号盘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